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奥利给。那影片开始前哦，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交易顺利哦。啊，记得啊哦，做好风控跟停损的交易策略哦。啊，什么事都不重要哦，只有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一样哦，今天我们来复盘哦，我们之前常在追的标的物格局的变化哦，因为这几天哦大涨大跌哦。啊，也没有大跌，就回档而已哦。以奥利给来看是回档，还不至于说到大跌的阶段。那有的个股已经开始反应了嘛哈。那你就建议你多等待横盘哦。记得两个口诀哦，大跌横盘跟大涨横盘哦，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它交易格局的变化。那一样哦，我们就进入台指进群哦，去看它交易格局的变化哈。大格局目前看起来是不变哦，啊，因为它有创了这几天的一个低点的格局嘛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新低点的格局哦去写交易计划。我今天就先用五分 K 看哈，那怎么看呢？来，把图截起来哈，一样，低点观察哈，969。跌破不能收上来价格的位置，高点观察119哈，啊上去下来哈，低点969，高点119哈，目测的波幅哈应该有150点左右的整理波，那整理好喷出哦，下一关可能就多少17260左右的价格，更正哦17360哦，哎更正更正。260对哦，就是这个点数去加这个波幅，那万一低点跌破弃手哦，这里弃手，这里也弃手的话，那往下哦，目测等幅测距大概是多少啊？就大概是1167啊，16啊，168，16810左右的价格哦。那做多哦。做多的要观察什么？观察它在这个价格，还有这个810这个价格的区间的什么？VVVVW 哦的这个价位哦。啊，目前呢，目前是还没有哦，但是它有做了一个什么，在这里的 VVVVW 哦。那如果是发生在即时盘哦，啊这边哦，还有接近这里的这个价格都做多哦，值得关注的地方。那做空哦，做空一样哦。去观察哦，它在119这边哦 ，HNN 涨破再收回来，不再创新高的这个高点，这个高点还有这个高点，哦上去又收在这个高点哦，就容易这样回撤起涨点，回撤起涨点，来到了多方打进去。你手上没有单哦，就建议多观察，去观察什么？观察这个做多。打击区横盘的 U 型，还有什么？这个做空打击区的横盘的 U 型哦，做空你就耐心等它来到了空方打击区哦，就是这边第一个跟第二个的约略这个位置哦，你看着它有 HNN 哦，就容易这样回档啊。那你在多方打击区哦，看它有什么 VVW 破底再收上来的这个低点，这个低点哦，都是值得注意跟交易的位置哦。那以上就是台指进权它交易格局的变化。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，一样哦，大的格局前几天都讲过，那我们今天直接用五分 K 哦去做它昨天跟今天交易格局的变化。一样，你进入到任何一档标的任何一个方面，你就先什么把图截起来哦，然后呢无脑的把两条线找出来哦，就是第二格跟倒数第二格的价格，这个价格，这个价格哦，然后去观察它哦，它在这个价格发生的横盘的业务行为，再用它去抓出高低波幅哦。啊，比如说这里有 V 哦，上去下来破底再上来哦，啊，这就是我们频道在做什么 VVW 哦。那一样哦，我们先写它的交易计划，来高点观察027，低点观察853哦，目测波幅大概有170点的整理波哦，那整理好有喷出去哦，啊067上去不再收下来，下一关就多少16190哦，那万一整理失败弃手哦。
这边月盘再往下灌哦，也有可能不排除去回测哪里哦，大概是15680、15780、15680，哦，15680左右的价格。哇，啊，做多的哈，做多的要观察什么？它在多方哦打击区哦，这里的什么 VVW 上去下来 VVW。尤其是发生在等一下夜盘，我开盘的横盘啊，有的话你就交易看看，我错的话你也去赔看看哦，让一个小小的防守去哪里等它15680这边，我看它一样啊 VVW 有的话你再重新上车。那你想打空单的一样哦，你就等它喷喷喷大涨以后走横盘的 HNN 刚好又收在你画面上的这个价格之下哦，那你就交易看看，容易怎样？一空就开始回档，啊，又走一个等幅测距，来到了什么多方打击区？哦，那以上就是小道琼进它，小纳斯达克它交易格局的变化。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，小道琼一样哦，因为大的格局都讲过了哈，现在分享一些即时盘的新的高低格局，所以今天会用五分 K 哦，折中一下。来，低点观察212哈，高点观察309哈。目测呢，目前整理的波幅大概有90点的整理波，把它整理好，再喷出哦。下一关可能就多少390哈，35390。那万一整理失败弃手，就观察多少35120哈左右价格。观察什么？想做多的。哦，观察它在多方打击区的 VVW， 哦，跌破又收上来，跌破又收上来的这个价格，哦，那想做空的，观察什么？观察它在空方打击区的 HNN， 哦 ，HNN 上去收下来，上去收下来，在这个价格，哦，就容易这样一空就开始回档，一空就开始回档，那顺的话呢，就从上面空到下面的多方打击区，哦，那以上。就是小道琼进它交易格局的变化。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，黄金一样哦，创新高、创新低以后，你就观察它新高低的横盘的格局哦，啊，多空都有轮替的阶段哦。这边再提醒各位亲友，来，黄金低点观察78，高点观察88哦，日内波波幅还是一样10块钱哦。那么如果说万一高空波有来的话，88上去不再收回来，下一关就观察98，1998哦啊，万一78弃手就观察多少1968哦。那想做多的观察什么？它在1978这边的 VVW 哦。啊，来了吗？哦，还没来，哦，还没来，你就多观察。那想做空的哦，就是观察什么？它在1988这里的 HNN 哦，像这样啊，上去收下来的 HNN 哦，就容易这样哦，走回档的业务行为。那以上哦，就是它黄金交易格局的变化。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。啊，提醒各位亲友，这礼拜黄金跟汽油结算哦，啊，所以汽油的话，我建议去看2309的汽油哈，来一样哦，先把图截起来。低点看哪里？低点看75.2，高点观看哪里？看76哈，上去下来哈，75.276哈，目测大概是0.8块的整理波哈，整理好喷出76.8，啊，点失败弃手观察多少？74.4哈，啊，想做多的观察什么？类似这样的 VVW 哈。还有这里上去收下来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主力明显在防守那里？这个价格吼，那你要吃单就只能接近这个价格，或是75.02跌破收上的价格哦。这里视为我们多方打击区。那你想空的哦，没有在上面打空单的哦，你一样哦，去等空方打击区到了哦。比如说，哎，喷喷喷喷到这边哦，不是直接空哦，是观察它在空方打击区的横盘的 HNN 有横，你在做交易哦。提醒各位亲友，不是说你看它涨破76哦，啊，你就挂停损76卖出的单子去打空单，不要直接空哦。但是你如果是做多的哈，这边停利的，那你就直接无脑哦打这个价格去做停利，那个 OK 哦。提醒各位亲友，因为怎么样哦，然后再把图切过来，假设
假设你想做多一样哦，你要等什么？等大跌横盘，有没有？主力吃主韭菜，跟着吃主力再吃韭菜，再跟着吃，跟着吃，跟着吃。哦，有一二三四五次以上交易机会，所以你不要怕没有机会空到。那如果说像是有时候的 V 转哦，还是这边倒 V 转哦，那个不在我们的 SOP 之内哦，所以尽量呢，尽量提醒各位亲友，你去关注哦，我们常在讲的 HNN 哦，有盘整有整理，你才好知道说这里主力卖，这里主力卖啊，这里上来。主力会不会卖不知道，那下次来到这里我就跟着慢慢看，容易怎样一卖、哦、就开始下来，包含这边的也是、哦、还有等一下这边如果不再破底、哦、整个嘎上去的力道也是啊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交易、哦、不要心急啊，轻松一点去面对、哦啊、打击区到了你就观察一下、哦啊、有横盘你就交易看看，那一样是先把这个哦，赚赔比的交易计划写出来。假设我吃这边，我只要让十个 tick， 哦，十个 tick， 那这边波幅有八十个 tick， 哦，一比八哦、啊，做对了可以再赌多少？再加八十的 tick， 一比十六哦，啊，有这样看了会爽的交易计划，你再去做交易都还来得及。提醒各位亲友、哦，真的是多空选一边哦，不要两头做，保证两头空。不是你的打击区，请去休息，打炮跟休息哦，就尽量做，等待打击区的到来。哎呀，好，那以上哦，就是今天交易格局的变化。那最后祝各位亲友交易顺利。以上，谢谢各位。各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一堂价值三千万交易心得的分享。在你听完之后，保证你会得到价值三千万的交易技巧，以及如何达成。他是在作为你担心年收入100万的达成计划，你有没有知道有钱人的想法到底在想什么？影片记得看到最后。我先问大家问题：你是韭菜吗？你被当作韭菜炒股了吗？还是你都是在炒作韭菜的？这是一个完全不想负责任投资分析方法的频道，一个教你如何赔钱的频道，不收费，只想分享经验跟群。没有错，就是用老韭菜赔钱的经验来赚流量。只需要你的订阅以及分享。这条经验的是一个被 Chris 发明的韭菜交易系统，内容可以跟你保证完全是看图说故事，你的听众就是看图说故事。以边录制方式呢，大部分是用直播的方式去录制，手机的软体去排版的，所以有错别字部分请多多见谅。还我用最实际的数字以及最直白的语言来分享这个标的物这个市场。你看字看不懂，可以点选回放，就上讲的是。问题还是看没坚持，看到没投资。那今天我来分享就是可以分析如何的标的技巧来操作，看出格局以及分析的方法。简单来说就是如何看图说故事。那不管今天的投资方法进入到任何交易市场，你要先学会观察盘整的格局，并且注意这格局它变之前有78%可能会发生的业务行为，能不能在这格局内协助你的交易计划，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适时发挥你的想象力。分的经历表，先来看什么是两步，什么是一步，能够分出两观察时，如何要观察时。在看你的格局，你能不去支持个股的价格，就是盘整格局的高度，盘整格局的低度，盘整格局的变化幅度，不出更大的红色区，也不更大的红色区。那如果是想做的话，建议观察自己观察盘整格局的低点，以及它打底以后的红色区的低点，可以看出横盘，我们就观察无力无力 W 一。那想做的话，出去观察一波在大涨以后。盘整格局的高点，以及分出以后的格局，然后看看怎么盘，分什么？分长 H 跟 M， 有的山或是一个图。那我们盘盘的盘整的形态，我建议用比较大的格局看，再看到比较小的格局，去判断说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业务行为。那么以上的格局，接下来就进入交易策略的阶段。但是我们在面对投资市场时，就是要把握地方状况分析出来。简单来说，不是冲突而已，收益的几率各占50%。我们再把50%的状况分成以下四种，那个就是大赚、大赔、小赚、小赔。那状况处理式的话，就是它各有25%的几率，你在投资市场上会遇到的状况。然后我们再把可以控制跟无法的控制的状况区分出来。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分为以下几种：大赚靠运气，小赚靠运气，完全没有办法控制，真的只能靠运气。还有，那赔钱的状况吗？赔看你自己，要赔看你自己，是在你自己手上。那不错，知道点赔多少是你们跟我们跟你自己去控制的。那既然我们知道未来会发生状况只有以上四种，我们就把这四种做一个删除法，就是我们只能控制小赔跟大赔，那就是把大赔删掉。哦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把大赔删掉。那要怎样把大赔删掉？就是所谓的停止损失，停止损失，停止损失。我用这个很重要，也最重要，所以讲三次。当你做这个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在投资市场遇到的状况就只剩下三种状况，就是小赔、大赔、大赔。你在把这三个方法简单来进入方式的话，就是说如果43%的风控是会遇到大众，就是说你在调整以后，你如果你用在投资市场面临到的状况，你46%是在等大众跟小众。
但是33%在等小黑，因为你在面对这个将军会说这个不是什么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愉快的去面对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在明天、后天跟未来的格局去拟定这个部门们该怎么样去赔钱的效应计划。再提醒大家，每个交易日天天有的，你真的不要怕赔不到，只怕你没有钱可以。今天的机会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天天都有。对股票你80岁，我是空手把花手之前，你的爱人继续学会。投资前，去练好你的基本功。你要在下面吃两张注意当你的那本资讯那张小黑卡的，让你成为一个小黑，这样他说的行动。你在留着，你准备给他拨到电话。再有是，我们看到赚的钱，接下来你可能就是长远、长期赚钱、超单的奖励计划。你正在使用每天你就觉得参与感，而不是只在旁边看戏。那之前的影片，你很惊讶，他不这样从头到尾给他看，看了100次让他循环播放，你就知道有赛事怎样被收割。如果你没有关注，再让我按下订阅加分享，然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如果说你想不要绝掉礼物，陪伴你免费建立分享，跟你保证完全不负责任，要赚多赚少自行负责。分享给大家一个价值3000万的交易心得，不用千万千万别追高，不要在这个空想上班的地方每天做多单，那这空呢千万千万别杀低，或是不要在这个空想上班的地方已经在地板了，你还跟着跟别人抢价，这样建仓不会再来抢标。就是千万千万记得要记住以上的3000万分享给大家，你就这样呢再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交易顺利，练好你的交易计划，因为韭菜割到80岁之后，是不是保守之前，以上，谢谢各位。